大妈，大妈，哎，来了。大奶奶，你去请老太太下来，说香蜡都点好了。哦。哎呀，闯了祸了。我不是早就告诉你吗？老太太今天过生日，叫你小心点儿，别砸碎东西。少奶奶，不知怎么的，手一滑，得了，别说了，赶快捡起来吧。哦。可千万别让老太太知道啊！哎，哟，我的手破了。你今天怎么了？不要紧的。哎呀，这不行，我房里有红药水，抽屉里也有纱布，你把它包起来吧。哦，老太太，刚才摔了什么东西？嗯，刚才是不是我们家，是弄堂里的小孩踢皮球，把对门的玻璃窗给砸了。现在的小孩子简直就是一群小强盗，我就看不惯。少奶奶，赶明儿你要是有了孩子，可别像他们那样没管教。妈，妹妹呢？她在楼上呢。妹妹不是说妈过生日，她要请妈去看绍兴戏。哼，今天有客人要来打牌，我想改天再去看了。哎，这两天袁雪芬在演什么戏？让我来看看报纸。不戴眼镜看不清楚。妈，您甭插广告，我知道袁雪芬在那儿演祥林嫂呢。祥林嫂？没听说过吗？哎，听说是一出新戏，挺苦的。啊，苦戏？越苦越好，我就爱看苦戏呢。张妈，你手怎么了？我手啊，他手上渗湿气，我给他擦了点药，给包上了。哎，啊，妈，我给您拜寿了。哎，慢着，我自己还没磕头呢，让我沉沉心心的磕两个头，明年也抱个孙子。这是谁干的？张妈，是你吗？是我，老太太。那么刚才哗啦啦一响，就是这个？是的。少奶奶，你刚才还跟我说是对门的玻璃窗呢。张妈，你来了这些个日子，给你砸碎了多少东西了？难道我们不是花钱买的？张妈，以后做事情小心点儿，听见吗？少奶奶，这种人是贱骨头，不能对他客气。老太太，您还是另外找人吧，这的事情我也干不了。啊，我才说了你一句，你就不干了？这上上下下就我一个人，人家的佣人事情没我多，可钱倒比我多了。张妈，你要是嫌工钱少，也得好好说呀。少奶奶，我们凭什么加他工钱呢？他吃的用的哪样不是我们的？老太太，难道我们当下人的还得吃自己的吗？得了得了，不许你再说了，快把这个破碗拿出去吧。哼，你走就走得了，什么稀罕呢？单挑今天来拿桥。妈犯不着跟他生气，待会儿我来骂他。